搞怪阿牛加一个精灵小孩，那些镜头下的事肯定让你笑满怀。这次就多了我们的小宝贝，非常非常像可爱的儿子，每次在镜头面前他就很会演戏。结婚那件事之后，电影制作特辑，2月11日年初二中午12:30，八的空间，恭贺大家时来运转，大展宏图。